左侧，搞不通。我看到天上那个，有个卫星呢，有个卫星呢，上面还挂着那个人造卫星呢啊，人造卫星地上面还挂着太阳能板，在天上在飞呀啊，这个好像人类发射了20多年了，23年了啊。快要24年了，像个星球，进发啊，像个星球进发，反正背着太阳的方向在走啊，让飞球，向那个远离太阳的方向在进发啊，它那个在远离太阳方向进发的时刻啊。碰上那个宇宙里的灰尘了，碰到宇宙的灰尘以后啊，镜头盖住了啊，太阳能板也盖住了，镜头盖住了，太阳能板盖住了啊，盖住以后，就是，电力不够了，电力不够的时刻。自动启动了，刮那个太阳能板上那个灰尘的脏渍，刮刮刮也启动了那刮镜头上的那个灰尘脏的刮刮刮你刮了好长时间了，好像这个玩意站在那个太阳能板很难刮下来啊，但功夫不负有心人呐，刮了好长时间以后，终于。把它刮掉了啊，终于刮掉了啊！刮掉了以后，然后重新，又活过来了，又活过来了啊，又活过来了，所以这个，这个人造卫星呢啊，这个人造卫星中途失联了，失联了，后来过了很久很久很久，又开始，恢复了啊，恢复通信了，那个原因呢，就是在，宇宙里边遇到了。太阳能板上遇到了灰尘以后啊，电力不够了啊，电力不够了，那个时候就把电力集中起来，供到了挂那个灰尘上啊，就停止了，通信系统的工作啊，因为通信系统工作的需要很多能量嘛，所以挂挂挂挂挂挂啊，一直挂把那个。挂上了啊，一直在挂挂挂挂挂上了，是这么一回事，好啊，知道了，知道了，再见，再见。